接下来的比赛应该对你有帮助。 以后你会遇到更多难以预想的状况，无论是什么情况，都要时刻保持冷静。噗。
放松，肌肉过于紧张会让枪口的摆动变得生硬，影响射击效果。把枪握稳，但不要过于用力，然后瞄准的动作。背部也太用力了，注意弯腰。开枪！